呀，糟了，上学没戴口罩，这学校肯定不让进啊。哦，防疫口罩便宜卖了啊。哎，那也不是钱小宝吗？哎，钱小宝，你咋不上课去呢？还早呢，我赚点零花钱。哎，你怎么不戴口罩呀？我这不是忘了吗？哎，你这口罩给我一个呗。这个10块钱，这个15块钱，买吗？哎呦我去！哼，小气鬼。口罩不行，必须得买口罩啊。啊好了，我看看有没有车来。哎，有车来了。猫猫，你在这干嘛呢？我帮我妈妈收费呢，这是我家停车场，一次10块钱。你妈呢？这钱我不能给你。干啥？我妈妈上厕所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我妈妈的。那给你吧，上学别迟到啊。好嘞。口罩。钱小宝，给你钱，我要这个口罩。哎，好。防疫口罩啊，瞧，防疫口罩便宜卖了啊，口罩啊，最后一个。口罩啊。嗯。哎呦我去，被发现了。好啊，猫猫，骗我的钱，别让我再看到你啊！点击下方天才钱小宝，关注一下呗。